好污糟啊！成日抄垃圾，又真的周圍污糟曬啦！身一陣，哎呀，嗰只嘢啊，又喺度抄垃圾，點知佢執我哋啲垃圾嚟做乜嘢？污糟邋遢，好心啊，佢唔好出街啦，影響曬。天气方面，一股偏南气流寻日为华南地区带嚟酷热天气。本港早上天气晴朗，港岛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摄氏32度高温。下昼天气酷热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.5度，系自从1980年以嚟7月嘅最高纪录。预测本港大致天晴，日间天气炎热，局部地区气温高达34度。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。Ready?